独家记录谁是大牌球科普的当红偶像 Top 3。Big Bang 代表权志龙，得票数10085票。而说到中韩通吃，韩国 YG 公司推出的最成功组合 Big Bang 有着超越 2PM 的更强大气势。不说别的，光是看这巡回演唱会的人气与架势，你就知道它的魅力了。其实今年25岁的权志龙在韩国娱乐圈已经算是老人了，5岁时就参演电影《太白山下》，6岁便以小孩组合 Rora 成员的身份正式出道，13岁正式启用艺名 G Dragon。大家好，我是龙龙。Hello。作为组合成员中人气最高的权志龙，哪怕与其他组合的成员个人活动相比都是最高的，个人巡演的花费与收入基本就是其他很多组合加起来的成绩了。权志龙的成功主要在于他作为韩国十大作曲家之首的才华，作为韩国著作权收益最多的明星，他登记在韩国著作权协会的歌就有120多首，年收入约500万人民币以上。正是他这样的创作天赋才让粉丝对他如此着迷，其经典之作《谎言》便是让组合 BigBang 爆红并进一步迈入天团行列的重要原因。